足腿痛。足腿痛，哎，好像我看到我自己在临牌子里边，临牌子里边好像顶了个天琴呢，我在临牌子里顶了个天琴呢，啊，临牌顶了个天琴就在，好像顶着，啊，顶着的时候就那个，有重量嘛，压在那边，腰也痛，好像，现在天琴非常非常，哎呀，天琴非常非常，哎呀，啊。天琴现在就压在那个北京的上空，很矮很矮，很矮很啊很矮吧啊很矮吧，很矮很矮的时候，很矮的时候我这边腿就下压的下压的感觉就顶着那个天琴了，这个时候已经天琴已经替代了北京城了啊，几乎是啊。这个意思，这个是报信的又来了啊，也就是说天津，类似接管了北京城了，基本上啊，表面上看上还在运作啊，其实实际上已经，收了这个实际上瘫痪了，他们那边啊，实际上瘫痪了啊，对那个救灾什么之类的已经，不要说救灾了，这个灾本身就是转嫁出去的啊，他无能啊。他无能，就是把那个灾难就转嫁给老百姓了，实际上他已经，实际上他的那个功能就失去了啊，不要说救灾了，你本身这转嫁这个事情就不对嘛啊，实际上天津非常的，哎呀，现在已经移到了北京的上空了，那这个言外之意，他已经被天津接管了啊，北京那边实际上被天津接管了，这个意思啊。不是，天津接管了北京了，应该是啊，天津接管了北京了啊，首脑接管已经瘫痪了，实际上瘫痪了啊，你看，这个灾难这么大的灾情，没有用出匹配的，相匹配的救援了，反而人为的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啊，人家啊，看到天津已经被接管了已经压到了北京城那里所以像压得很低嘛直接就把我往下压的感觉很低我顶在那个天井边好懂这个意思了知道了好。